接下来我们学习一下怎么样用终端命令来实现打包压缩。同学们，相信大家对打包压缩这个概念已经比较熟悉了，因为啊，打包压缩是我们日常操作电脑时使用频率还是很高的一个操作，对吧？譬如我们想把某个目录发送给我们的小伙伴，通常要干的第一件事情是不是就把这个目录打包压缩成一个文件，压缩之后我们再把压缩后的文件通过网络传输给我们的小伙伴，对吧？这个是我们常做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在我们开始学习打包压缩之前，老师要强调一下哦，同学们，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下常用的打包压缩方式是不一样的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在 Windows 中常用的打包压缩方式啊是 RAR， 而在 Mac 中呢常用的是 ZIP， 但是在 Linux 中我们常用的打包压缩方式是 tar.gz。 哎，这个名字看起来有点陌生，对吧？那在这一小节中，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 tar。 同学们看啊， tar 是 Linux 中非常常用的一个备份工具，我们啊在工作中可以使用 tar 这个命令把一系列文件打成一个大的文件包。有了这个大的文件包之后，我们呢再做后续的压缩工作。注意啊， tar 这个终端命令啊，它只负责打包而不负责压缩，这一点同学们要先有一个印象哦。同时老师要补充一下啊，同学们， tar 这个命令啊是 Linux 中非常常用的备份工具。在我们工作中啊，经常会有一种说法，譬如啊，小明来把这个目录打成一个 tar 包，那这句话呢就是把某一个目录打包生成一个大的文件包，这个就是 tar 命令的作用。好，明确了 tar 命令的作用之后，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命令的格式。同学们，当我们想要把一系列文件打一个大包的时候，我们呢就可以在终端中先输入 tar 这个终端命令，然后跟上三个连续的选项。注意啊，这个选项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。在我们要想打包创建文件的时候，我们呢就可以跟上 CVF 的选项，然后跟上一个我们最终要生成的打包文件名，并且这个打包文件名的扩展名啊是 .tar， 然后在后面依次接上我们要打包的文件或者路径就可以。在这里老师要强调一下哦，同学们，创建文件时这三个选项是固定而且连续的，并且通常在打包的时候，打包文件的扩展名通常都是 .tar。 正如老师刚刚讲过的，我们呢经常会说打一个 tar 包，而以 .tar 结尾的文件我们呢就可以管它叫做 tar 包。好，看清楚了打包的格式之后啊，再让我们看一下怎么样来解包。同学们，要想解开一个打包文件啊，我们跟打包命令相对比，唯一的一个选项差别就是我们把创建打包文件的 C 改成解包的 X， 注意杠 XVF， 然后跟上我们打包文件的这个 tar 包，这样就可以解包了。哎，这个就是打包命令格式杠 CVF， 而解包的命令格式呢就是杠 XVF。 好，讲到这里啊，老师呢就给同学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打包压缩的概念，并且提示了一下在不同操作系统中常用的打包方式。同学们，在 Linux 中打包用哪种？哎，非常好，在 Linux 中打包用 tar， 对吧？我们经常说打一个 tar 包。同时呢，老师给大家介绍了打包的命令选项是杠 CVF， 而解包的命令选项呢杠 XVF。 好，在我们开始做打包解包演练之前啊，老师先暂停一下视频。